是我们北台湾啊，这个北部三大庙会啊非常有名的我们逢甲新山宫的团队，由我们委员林志杰来带领。红车啊，冠玉金传统众市民大兄逢甲新山宫欢迎晚会，用众市民三鞠躬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再行。好，谢谢你们新山宫辛苦的执事人员，感恩，谢谢您。在这边来广告一下，我们国历的十一月十二号晚间，在我们新山宫旁边的河堤啊，有我们的百万烟火以及无人机的表演。我们今年的新山宫走非常特别的这个路线哦，可以说是非常有质感。到时候呢，在十一月十二号、十三号、十四号，还有十五号，我们的青山文化祭继续消磨用中秋南方的青山中，平安尊红性感，树干安大腿上的手，尊红性感。结伴赞助。接下来在我们红团行进的是我们台北啊，这个也是我们的老团队呀，啊，由我们新山宫委员林志杰来进献的，啊，我们新山宫本身，我们的开路粉。来，小心上面的进献哦，小心上面进献。谢谢我们家，我们这边的长辈同志们，感恩您辛苦了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由我们青山宫喜事团，青山宫喜事团来进攻我们的队伍。我朋友嘞，我朋友嘞，直接把他带过来。也给他颁发青山奖，咱七彩团团长，咱黄胜官团长，出来锻炼群众，来团队来经过咱颁发，来祝贺表演。好，我们非常的经过我们红毯行进的队伍，主要来自于我们万华青山宫的音乐系社团。范谢将军的大型神偶啊，在大雨中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哦。感恩，谢谢你们。我们啊，由我们的义安社，我们的范谢将军，谢谢我们义安社社长来领导的团队啊，我们来恭迎我们这个万华青山宫义安社范谢将军莅临
由我们的陈硕浩社长，依然是社长陈硕浩先生所带领的团队，非常感谢，真辛苦，非常辛苦，在这里感谢今年啊，咱宜安社的蔡总将军，莅临咱彰化祝贺。昨天太累。
拍摄，刚退啊，拍摄，拍摄。由我们资深圣教要来带领我们金山灵安尊王的